警方的引导，我们请工作同仁不要站得太出去哈，注意一下安全。来，跑几台到现场的，我们待会呢会行邀车流，但最近白车被搞了，但是我们会有先有我们的道士以及他的偷雷工会先来进行进场，向我们所有的朋友来跟神明的祈福，保佑大家顺利平安，万事如意，来年都能够平平安安，顺顺利利。印尼我们的水灯手，也就是谢姓的水灯牌车，已经来到我们的景福宫的前方。那么这一次呢，他待会呢会耸起我们非常高的这个祭灵牌，来向我们的行人来祈福。行礼呢致意，不管是第一礼、第二礼、第三礼，都会来为我们的所有信众朋友来祈福。来加油，来打气，祈求大家来年平平安安。来，左右两边的朋友稍微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。市长致政的感谢状，来，我们谢姓宗亲的代表。来，我们谢姓宗亲会的代表，孙光前接受市长来颁证的感谢状。恭请市长来颁发我们的礼物纪念品。这是一把代表着我们的未来都能来年好运的纪念品。谢谢市长，现在没有掌声，也谢谢谢姓宗亲会来跑出来这一台家，也是他的纪念秀。市长朋友们，是不是掌声鼓励一下？感谢今天我谢谢市长。
有你支持，谢谢市长，也谢谢市民。丁秀水的麦车非常的高哈，再次用掌声欢迎他们，同时呢，也谢谢谢谢的水的麦车，大家拿出你的手机、相机、摄影机来拍拍我们最漂亮、最壮观的这顶麦车。刚刚是怎么说的？我们桃园市的这顶麦车在台湾都是做的最棒的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再给市长一个掌声？
们来年都能够顺顺利利、平安健康。所以现在正在进行行三个大礼的一个仪式 ，Happy New Year， 也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时间，也向我们的神明来祈福。各位看到哦，我们这一次非常高手的水灯牌竖起来之后，竖牌之后呢，就会进行行大礼的仪式。现在正进行我们行三大礼的仪式，感谢他的纪念秀，谢谢的我们的纪念牌家。来，左右两侧的民众一定要注意安全哦，不要为了抢拍照影响到自己哦。来，现在我们的水灯牌行第三个礼了。如果看到精彩的哦，别忘了给我们这些辛苦的谢谢中青会的朋友给他们掌声鼓励。爸爸妈妈，如果你要带小朋友的话，务必要注意小朋友的安全。